我觉得吴怡农这个说法啊，这个不尽公平了哈。那国军在这几年在演习的规模或者是规划也好啊，都精进的非常的多哈。总统，我想跟你请教，这一次这个海军在操演发生意外，那吴怡农他有提出他的看法，认为说汉光演习长期来都是表演的这个成分居多，想请问总统的看法，谢谢。我觉得吴怡农这个说法啊，这个不尽公平了哈。那国军在这几年在演习的规模或者是规划也好啊，都精进的非常的多哈。那汉光演习也是国军演训的一部分哦，所以此时此刻我们大家都要一起来替我们的国军加油，因为它是我们保家卫国最重要的一个力量。